下他的照片。哇，粉红色的，粉头超无辜的，哇，有混血的感觉，有可爱。好，一起欢迎这位安琪拉。164公分，46公斤，哇，哎呦，哇，哇，好美哦。对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琪拉。安琪拉，你好，你好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常常会被人家人肉搜索啊，或是搭讪之类的？会。泰拉有问题，我想问他说，就是你男，就是你被大家这么关注啊，那你有因为你的外形，就是男生的缘跟女生缘会差很多嘛？那你会不会常常被人家用放大镜来看？会。像我脸书的朋友，就是大部分都是男生，然后女生朋友就会比较差吧，有我吧，有吗？讲我就是林轩、哈利，有没有？有我这边。很多都不认识哦，都是不认识。对，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好友都满，然后都变追踪，就是同认识的都加不进来。开放订阅。好，接下来Elmo来。没有，我想问说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然后怎样的男生会让你觉得你觉得还不错？那像我这样，你觉得你已经讲到下一题了。是要问对啊，问自己问。来，安琪拉，现在没有男朋友。哦，好漂亮。什么样的男生会喜欢哪一种？我喜欢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成熟稳重。稳重，这里也没有。好，那还有没有人问题啊？金阳干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觉得男生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最吸引你？我喜欢认真的男生，就是他很专注的在做一件事，例如工作。华磊呢？也会不会？就是工作或做作业、想事情的时候，对，眼神要不然很坚定，就是炯炯有神，炯炯有神。好，我们也一样啦，要看哪一位是幸运儿跟他互动。来，神友麻烦，怎样？他要包文笔记本，笔记本跟什么？帽子。我们知道包文笔记本是谁，这个帽子是谁啊？张浩哎，为什么你会选这个帽子呢？请问一下，安琪拉，本身就是出门就蛮常会戴帽子的，我戴看看怎么样？送你，送你，回家，哇，很适合你。去三楼，没事。好，我们请这两位初恋大豪跟张浩。好，马上要进行的是《炯炯有神之洋葱我爱你》这个单元哈，好硬的两个词。对对对，一定要搭在一起。《炯炯有神之洋葱我爱你》规则介绍：男大生必须近距离切洋葱，最重要的是要忍着刺激眼睛的痛苦，并且保持住炯炯有神的帅气度。最后由安琪拉选出这关的优胜者。预备备，请开始。对啊，是啊，好难。内裤也爆了。眼神不要太低啊，眼睛麻烦靠近一点。会不会起来？两位，靠近一点。15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张浩，炯炯有神，打开吗？张浩眼神是温柔的，不是？对，已经有一点娘了。时间到。好，好 ，OK。哎，刚刚的眼神是不是怪怪？是不是有点怎么搞的？你是想要传达一些娇羞的感觉？我想，因为我想要很温柔的切这个洋葱，表达出我对厨艺的爱，所以我要做一个温暖的料理。胡烂王，胡烂王，到底有谁感受到这一点呢？好，那个我们要请来安琪拉，安琪拉选一个选择吗？这个大豪，他弄半天，然后你还是小 OK 回来了，好好，我恭喜大豪啊，也谢谢，穿这个衣服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段的福利时间是这样子进行的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女生呢，就突然有一天觉得身体不舒服，胃刮，然后就说跟她的男朋友说 ，baby， 我觉得我好像发烧嘞。啊？那这个时候男生呢，拿出温度计，对，然后帮她，不是吗？是啦，不是啦。啊，男生呢，因为家里面没有温度计。你演那个男生要干嘛？对，演一下嘛。不是安琪拉，不是，天哥。不是吗？我啊，怎样？哦，男生因为家里面找不到温度计，然后就用自己的额头，然后跟女生这样，太大力了！怎么样？有没有怎么样？好
是，那要怎样？不是啊，是打啦。男生就用自己的额头去帮女生量额头的温度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好，假装来了，怎么打混了？好，来两位 ，Action！ 安吉拉塞奶，对对，我好像发烧了。大豪，不要打他。哎呦！哎呦！大豪刚嘴角抽搐，真的，这个怎样的？发抖。哇，太舒麻了。舒麻，舒麻，舒麻，太舒麻了。哇塞，那安吉拉刚有哇不舒服的感觉吗？不会，勇敢说出来啊！算温馨还专线，蛮体贴，而且他 OK， 他没有在停啦，因为他弄一下他就赶快回来。对对对对啊，对不对？蛮会拿捏的。所以刚刚你在想什么，大豪？没有，我就刚刚就是也是哎，就好像看到光这样。又是差不多套镜头那种感觉，上天堂了，哇，上天堂，哎呦，不错，那两位握手一下，谢谢安琪拉哦，谢谢。